警察会骗你啦，骗钱要干嘛？他是不是说他是什么八大的什么什么经理什么之类，对不对？哦，然后就只有什么你没买点数给他，我要对你家人不利，怎么对不对？对啊，哎，同学，哎，问一下，你刚什么事情啊？我没事啊。没事，取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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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。本所接获辖区超商报案，该超商疑似有学生遭诈骗集团诈骗，欲购买数万元的游戏点数。不会，你赶快，你赶快收回。该有学生看到的点数，赶快先全部给我。经了解系诈骗集团，我来帮你啦，我在帮你啦，赶快收回。这个这都收回，全部收回，快收回就对了。警察会骗你啦，骗钱要干嘛？没关系，妹妹，我跟你讲，妹妹，我跟你讲哈。没关系，你放，没关系，你听哥哥的。他是不是说他是什么八大的什么什么经理什么之类，对不对？哦，然后就只有什么你没买点数给他，我要对你家人不利，怎么对不对？因为出场，我跟你讲，先劝导说明，你点数没有出去就没事，并放弃购买点数。我跟啊，那我的钱呢？没有，这个点数到后面会可以退款，你放轻松，不要太紧张哦。这都是骗你的，都是骗你的，对对对，冷静冷静，你就算点数给他，对不对？他也会一直一直去用这种方式去骗你。都是真的，没有，这不会，这都假的，真的都是假的。妹妹，我跟你讲哦，他是在骗你的，真的没事。对。